我们第一时间组织了400人的保控团队紧急驻场进行闭环的生产。400个人的团队，他们是由生产、物流和后勤组成的。那么在这个期间，工人他们都是吃在工厂、住在工厂、工作在工厂，所以说就确保了供应不脱销、不断档。在这个期间呢，我们全力保证了8条生产线满负荷生产，做到了日均3400吨水果饮料的生产供应，全力保障生产和全省的市场供应。我们车间目前现在一共有7条线，一天的产能大概在1600吨。目前的订单还是比较平稳，物流的车辆直接在现场装车，这样的话交付速度的话，一般是在1天以内就可以到达像成都啊、德阳、绵阳这些客户的手中。那我们公司呢是在29号晚上大约11点接到了政府的正式通知。那么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，我们紧急开了协调会议，部署了每个部门的工作责任到人，同时我们连夜采购吃住行的一些相关物资。所有的管理人员也是提前到了岗位上来安排所有员工的住行。那我们就确保了在30号的早上6点之前，全场227个员工到了生产岗位上，确保了我们在静态管理期间3条线的正常生产。9月1号以来啊，我们门店面对于我们线上订单的一个3倍的一个增长啊，我们也是积极的协调了非常多的人手，支持到线上的一个业务，确保会员能够准时的收取到我们的货物。那么在线下，我们也增加了我们的一个消杀频率，以及严格的查码、测温，确保进调顾客朋友都能够有一个安全的购物环境。那么在供应链这方面，我们经过积极的沟通，每天能够最大的收货量达到10条货柜以及10条冷冻柜的一个收货。那么在我们的蔬菜和肉类，我们让我们的供应商采取每天3配或者是4配到店，片段性的一个供货，确保门店库存的一个充足。